大家好，我是刘家卓，今年12岁。这几天陆续有人在我的 B 站频道里面留言，并一口咬定我的曲子是后期加速、后期处理。这本来是那些亲友的看法和个人的观点，我都能接受，并且很礼貌地回复了他们。可令人气愤的是，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，这些人找到了岁月在 B 站的频道里面留言说，我所有的曲子都是后期处理、后期加速。对于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，我决定重新录制这首《罪有争论》，他们认为没有后期处理、后期加速就无法完成的 Perfect 了。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。